迎收看 Music 那些事。今天我觉得大家因为觉得很可惜，因为强势回归，哎，海产居然回来了，哦，一定啊，一定要回来。不过因为今天啊，稍等，因为海产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大来宾是鬼鬼，然后大家都很亢奋，你知道今天夸张到就是连我老板跟我同事都来了，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出现，然后因为鬼鬼，但是今天海产反而迟到，就他平常是不太迟到的，证明了我不是这种。然后呢，于是我就在那个，我就在我的 Facebook 上就发了一个文，因为我都会先坐在这里，然后那个我就会看到那个，哇塞，我这边就说海产迟到，我觉得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然后结果呢，泰勒哥，我真的帮你找到那个代班主持人了，下面一个封神无双，然后宝岛神很大的那个主持人 Cooper 刘嘉诚，他在下面留言说，哎，如果不介意的话，下次我可以坐你旁边。没有Cooper， 我很介意哦，这个位置不让给你哦。我不介意啊，我愿意 Cooper 来坐我旁边，Cooper 等你啊。哎，我跟 Cooper 也认识这么久，哎，真的，我认识超久，而且我默契又比较好。有吗？有啊，我们身高又比较搭。哎，真的比较搭。没，我默契好，因为我们以前同一个团，我们以前同一个团，西港小飞刀团大概一年左右。哇塞，我们即将要一起组团才不久，那你们真的赢了？哦，真的假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我们赢了的话，那你就可以让我还是会在这里，没什么事情可以赶走我的，好不好？那你之前我知道你是去深圳，哇，深圳表演，好好玩哦，是不是？去表演，挺好玩嘛，好玩到遇到小三了嘛？没有遇到小三，好不好？不是，可是问题是你现在有女朋友吗？我现在没有啊。你现在没有女朋友，哪来小三？对吧？哎 ，Taylor 哥说有证据。我们看一下那个什么证据啦，看一下照片，哪里？这个不是小三，好不好？这是我大陆的朋友。这是谁？这是我在深圳的好。每个男人包二奶都说那是我在大陆的好朋友。哎，我有点懂为什么在大陆的台上会金把持不了。为什么？怎样？什么意思？我乱讲。我乱讲，上面写万里寻妻记，我是开玩笑的，我想要就是做这种无聊的笑话，是吗？这女孩成年了吗？这女孩成年啦，是吗？那你们就是有过几夜情？我们没有干嘛，我们真的在深圳吃饭，她带我去吃好吃的东西，吃饭，所以就是吃饭。你吃完饭付多少钱给人家？哎，其实我还真的没有付钱，真的假的？因为大就是在大陆是很热情。不是他们用支付宝帮我付。你是被包养？我是被包养的。你要乱讲，乱解读。那边人是瞎了是不是？为什么要包养你？真的是 good friend 好不好？就是可能反正就是那有没有 benefits？ 我们就是应该是没有啦，我们就相信我们相信海产的那个纯洁的心灵。哎、欸，真的，我真的对，不然就很危险啊，不然就很危险。然后而且其实你在大陆唱歌，走在路上被认出来，那是因为。欸不是因为你唱歌吧？现在他们有看大学生吧？我不晓得、欸。其实我有点自己出乎意料之外。我在香港机场一到的时候，就有人叫我了。哎、欸，你是海产吗？你怎么来香港？应该不是吧？应该只是有人肚子饿，然后在机场大叫海产。对，他是讲，就是跟导游说我要吃海产。他是刚好我以为叫你吧？没有，是真的，真的假的？真的。而且还有粉丝跟你要签名哦。就合照而已啊，没有。他们的人生是不是没有其他选项？刚好那个机，等一下你是不是一直攻击我、啊？你是随便讲一下有夸奖我的？我真的很想，你知道我今天跟海产说一件事，就是你知道，我们就说，就是我们要对那个工作人员、工作场合的人有礼貌，然后还有我禁止所有人在我面前欺负跟辱骂海产、啊。真的，因为自己的狗自己可以教、欸，对不对？对，你要讲那个，对不对？自己可以骂自己的狗乱拉屎，我可以骂，可以羞辱。这也是一种爱啊，你不觉得这也是爱的一种表示吗？真的，我有点感觉。我真的很爱你，所以我这样把你当狗骂，不许别人骂我就对了。没有啦，怎么会是狗？对，怎么样也是。可你之前就叫我演狗啊，演一堆有的没的。没有，那不是我叫你演的，那是导播叫你演的。推给导播哎、欸，真的、啊，他就说来开水开水，你等下抽一张卫生纸，把手举起来，然后在导播你完蛋了，我跟你讲，开水也照我的哦。什么？我们小鱼现在是挺我的哦，没有没朋友的小鱼，因为没有朋友，所以我们决定让彩蛋直接去死。但是下一题是问我说，等一下你妈妈 call in， 我妈 call in 什么？真的假的？真的 call in 吗？真的假的？什么东西？哎、欸、哪里啊？我妈 call in 什么？美艳，你不要乱讲，我妈美艳没有，我刚刚说那些也是导播叫我讲的啦，就真的都是开玩笑的，都是导播叫我讲的。导播你害得好深哦，然后到上面写就这么写。对啊，哎、欸，我觉得这个导播乱让怎么写这样的啊？对啊，怎么这样写？而且不过上个礼拜因为是鱼竿来代班，我天哪！你在那里有看吗？我看啊，我看啊，我看啊。对，然后前面你们很害羞嘛、啊。
我们哪有很害羞？就是你们还演那个害羞版的 P P A P 吗？不是，我们是演我们最厌恶的 P P A P。对，最厌恶的 P P A P。你知道，就是会有很多人，然后就是不知其所以，然后非常羞赧，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而且甚至，你知道我回去有看那个，我回去有看 V O D， 就甚至是连我跟鱼干演的那个羞赧、不知所云的那个 P P A P， 都有人在转。不是。比一般女生做的那些就是有活力多了，欸、真的，他们很无聊哎、欸。你看，算了啦，你们比较厉害啊。但是我跟你讲啊，海产是不会走的啦。为什么？哎、欸，为什么音乐来了？哎、欸，像是没有活力版的怎么演？没有，你做一个无精打采的版本，快快快，来，你做一个，不是你做一个害羞想学，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羞赧的少女，然后就只是想冲点阅率，然后现在心里觉得有一点亢奋。你知道你这样像什么吗？像什么？我觉得你这样就是很像那个，就是出去工作完回来，因为压力太大导致神经精神失调的那个精神官能症患者。哎、欸，这个很难哎、欸，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不，其实已经不夯了、欸。对啊，我觉得那个其实还，因为他最近有出新的了啦。哦、新的了、啊，真的假的？而且我觉得今天的光好好、喔，你不觉得今天人看起来蛮可爱的？就很漂亮啊。对啊，很亮，今天光太好。可是为什么今天女神降临，然后你就是这么邋遢、啊？我也没有邋遢，因为我跟你讲，我头发太长了，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整理。对，而且我认真跟你们讲，其实海产今天很用心，他今天迟到是因为啊，他从那个台中跑到台北来，你看他路上跌倒了好几次。真的，破裤破成这样子。欸，破裤真的看起来就是跌倒、欸，真的是跌倒，对不对？你这破裤看起来不是设故意的破裤，你就单纯就是跌倒，就是累惨这样子，然后还很脏，这样都是灰尘。然后他刚刚很用心，就是他那个伤口的部分，他都已经清理掉了，真的，我现在这样打他，他都不会痛，真的，我已经清创清好了。我觉得那是蛮好的啦，而且你知道，因为这样子海产会这么努力，其实主要是因为上个礼拜是那个哇塞鱼竿来代班，哎，真的我压力好大哦。这样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说。跟你说拜拜，就海兰可以滚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上个礼拜啊，节目结束之后，然后你知道那个 Taylor 哥他们就问我说：“哎、欸，今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我说：“我觉得今天很顺畅，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么顺畅过就对了，就是流程没有这么好过，从来没有这么顺畅。哎、欸，怎么样？可是搭起来怎么样啊？鱼竿算 OK 吧？我之前跟鱼竿搭 nice， 鱼竿其实算了。不是因为鱼竿，因为其实我是比较就是你知道我是比较主题性的人类，然后因为鱼竿他也他说上次跟你搭档的时候他还可以一直刁你，可是跟我搭档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对，要怎么办？对，就好像也没怎么办，就是就顺着这样子，对对对对，就很顺。鱼竿开机比较慢啦，鱼竿一个小时一集节目，他在开机要开四十分钟，那太久了吧？节目才九十分钟，他就开四十分钟，但也没关系，因为平常就是身为一个实况组，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可以一个人自言自语到天亮。哎、欸，真的你好厉害！假设每个小时有按时付钱给我，你要我讲到天亮都没问题。重点还是钱吗？当然了，不然我干嘛自己一个人？因为就像实况组，谁没事走在路上会笑得跟白痴一样？真的，不真的就像六探隔壁棚六探说：“六探六探，你今天心情不好吗？”我只是没有表情。哎、欸，对，我看他 po 一篇文呢，他说大家的以为的我都是这样。他不是跑一边那个，就是我说大爷，我走在路上就是要这样。这个蛮白痴，可是大家都误解了啊。其实大家还是有自己的亲情嘛。对啊，我觉得大家就其实是有点误解，因为其实像海产啊，平时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然后真的很喜欢耍大牌。然后例如说，假设我想要跟他讨论 round down 的话，海产就会大发脾气。例如说，哎、欸，海产，我跟你说，今天这个 round down 这边，我们等下怎么配合？烦呢、欸，你到底想怎样啊？不是，我是说，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让节目更好、啊。就是白痴哦、喔，海产哥，可不可以我们讨论？第一次来哦、喔，你们脑袋、啊。海产哥他平常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认识，我们可以换一个刘嘉诚同。同学的部分，因为小孩配合你，很轻便。对，你比我走在那边这样子，我跟大家最好了。没有没有，对对对，我们很顺畅啊，我们之间感情没有问题啦，但他还是只有我能欺负。哎、欸，真的。好，那因为这样，哦、对对，大家都好好欺负他。怎么好好欺负我？对，好好欺负他。那 Music 这些事呢？我们的节目当然有粉丝团，大家可以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搜寻 Music 那些事。那同时大家有发现，就是我们的 Instagram 也行之有年了。欸、真的。大家 Instagram 呢，搜寻 MU4041，然后里面会有很多我们的小编，就是。毫无廉耻，就是没有情义的，就是乱发文。对，真的，他什么都 po 哎、欸。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那个照片真的都拍得很丑哎、欸。真的，而且你知道，我跟我们小编今天我在想，他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因为他今天穿得非常漂亮。真的吗？就我们美妆节目制作人，我觉得他真的是有。我今天看着他说，我说你今天好有恋爱的氛围。他一定是恋爱。你今天怎么这么美？因为连摄影师都看了一眼。还是你看习惯了？他今天超花俏的，他今天好像聖誕。你看习惯了吗？你有没有觉得他今天蛮可爱的？
就是还可以。他说还可以。水之沦陷。沦陷。水之沦陷。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那个来宾，就是大家都很期待，那甚至连我老板跟我同事都来嘞。很离奇耶，他们平常都不理我，来干嘛、啊？我们的鬼鬼鬼太厉害了啦！他真是以前的一个传说，大家都看过那个黑社会妹妹嘛。而且我对他去黑社会甄选的那一集还很有印象。真的假的？就因为他真的很强。对，他就是很强，他强太可爱了，然后长得很可爱，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对他印象真的很深刻。那你还记得他的主题曲什么？唱那个黑社会妹妹的那个姐姐妹妹一起笑，不然我扣号给妹妹，我问她好了，我怎么会记得啊？对啊，到底谁要？我怎么会记得啊？我记得她在那个吴克群的 MV 里面也有演女主角、哦，真的假的？对啊，但是从小到大都长得一模一样，然后就小时候她太可爱了啦，她是可爱型的。对，但是我对她，其实我觉得我还蛮钦佩她的，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在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之后，他有办法一直、哦、对啊，对，一直这么努力，然后再找到新的机会，然后再一直创造不同的可能性跟作品，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没有极限，而且这次还在韩国出道了，对，非常的难，就是现在现今地球上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区域，就是韩国。真的对，你就像我们如果海产到那里去，会淹没吗？我就在那边卖韩国鸡蛋糕。哎、欸，没有，而且你在韩国卖鸡蛋糕，可能还没有人要吃、欸。对，因为他们那边鸡蛋糕很厉害。他们那边鸡蛋糕超好吃的，真的。我觉得你要不要朝他们那个方向去进展？就韩国鸡蛋糕吗？对啊，欸、你不应该要研发一下吗？其实我去研究，他们的鸡蛋糕是咸的、欸。哎呦，里面有蛋，有蛋，有蛋，太狠了。你是不是应该要研究一下？好，我努力。你要是研究一下，就因为其实 Taylor 哥有说那个鸡蛋糕聊那么多次都没有来，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提。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哇，礼拜一公休嘛，我可以开粉专页给你看，礼拜一就公休。所以你就说要来就是骗人的、啊。因为原本不知道我请员工定一天公休日，然后他们就定礼拜一，我也很痛苦啊。啊，不行啊，那就你自己要做，不管。好，我自己做好不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今天来宾的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好久好久没有帮大家。带来音乐消息了。首先，我们最近蔚为风潮的一个 MV， 就是小猪的双胞胎妹妹来了。那么大家知道，最近他龙凤胎妹妹朱碧石在真人秀节目里面爆红，那随即发行了一个洗脑单曲。你干嘛？我们来看一下。先生，各位女士，我是朱碧石，我们来说英文咯。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他创很多那种嘎嘎，也是他创造的、啊。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有机会可以看到海产 cover 这个 MV 吧？有，一定有啊，一定有啊，一定有。我已经在准备，我已经在准备了。那可是我觉得小猪一直来的，我觉得他就这个部分让人家觉得很可爱。对啊，他就是能帅，又他自己又很多啊，什么嘎嘎啊，然后护猪背他有演过、啊。其实我觉得 Kang 的男生真的很有吸引力。那我很 Kang 吧？没有啊，你不 Kang 啊。我是讨人厌而已。对，你就单纯的讨人厌。就是讨厌而已。怎么会有人自己说自己讨人厌？你要我怎么办？是你讲的吧？因为我不讲，你会讲啊。我除了应和你，还能说什么？好吧，谢喽。哎、啊，这边真的假的？要我们跳你干嘛哦？好难哦，我们会吗？可是这样我们要戴耳机跳吗？你干嘛不？嘛好啦，放啦放啦！你干嘛啊？真的假的？干嘛、啊？我们要滑吗？从手机开始滑。怎样？太尴尬了吧？这段要从哪里开始啊？哎，等等，你看 Siri 还回 Siri， 他跟你讲话，为什么？这个要怎么跳啊？不好意思，你干嘛？哎，我觉得这个节目赚钱好辛苦哦，我们在干嘛、啊？好了啦，算了啦，好了啦，算了啦，可以了，我们
干嘛这么辛苦啊？谁？这段谁写的？你这么觉得有点尴尬、这个？对啊，这个舞到底怎么跳啊？好了，我们赶快进下一段啦。好、啊，庙会三太子唱日本动漫神曲，网友跪着看哦。最近脸书不断传一个穿着金光闪闪的三太子女郎在庙会唱的日系动漫歌曲，本尊表示因为当初三太子托梦要用他的造型来跑活动，尤其是唱动漫歌曲。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腿超漂亮的、嗯、这身材超好的，就年纪长了点，超酷、欸、这个腿真的很美，我发现很多腿很美的其实都是阿姨，是吗？啊，哎、欸、这个那个真的腿超辣、欸，腿超可以。你知道我们刚刚说就是很多那个腿很美的那个，就最近看到很多很美的腿，其实都不是小女生，都是阿姨。你为什么说人家是阿姨？都是姐姐。你什么意思？都是姐姐啊！我觉得姐姐的腿都很，而且刚刚那个就真的很猛，她真的是放很开，然后那个腿又超长，然后又很浑厚的嗓音。我很想跟她喝。我想跟她。想跟她喝一杯，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想跟她一起？对，她会让人家有想跟她喝一杯的氛围。我们有没有？他跟我们有没有机会，就是可以找到他来现场跟我们？对，发他来，我就发来，应该很好笑。真的，然后那天我就扮赤木晴子。哎、欸，没有，我是赤木刚宪，你是赤木晴子。好，这样能看吗？欸、好，扮一集，扮一集，发他来，发他来，扮一集，发他来，好不好？好，一定要。好想见到本人哦。酷了啦，他。对，那就因为最近5566其实最近正在风潮上，因为他们终于又组合了嘛，了对，所以最近呢 ，Oreo Man 就是要纪念这个5566有一个爆笑的小合集，他把他们的很多首歌曲呢都做成回忆的特辑，并且说把自己私心喜欢的几首歌做成短片。那其实五六的神曲不止我难过，他们其实有很多歌都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真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满天星星的真的很夸张哎！哎、欸，他们的歌真的很神哎、欸，那个真的很好玩啊！现在播出来 KTV 每一首放了我都会唱，真的假的？我只会我难过，还有无所谓，有可能你会吧？啊，无所谓，这是非，放开双手，任由你想象。难怪我就说上次鞋子哥为什么会想要踩你的脚，就是要想要叫你再认真一点，我就把他们歌多练练。哎、欸，真的他们太好是是太猛了。没有，这真的他们真的是我们一代的一个你时代的传奇的神啊，他们存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里面，真的是太猛了。不过最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一部最近大家都很热门的神作，日本神作，你的名字。五月天演唱的日本动画神作主题曲嘛，哇塞，造成了一片轰动哦，而且连日本网友、台湾网友都称呼它为神作。五月天演唱的中文宣传曲，演唱出少年时纯粹无邪一番话，逼哭许多影迷，跟我一样是逼哭人的男歌手。想要回到每个场景，播满每句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到疯掉，想找回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了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再说有流逝风景雨。哇，听起来好好看的感觉哦，好想去看哦。哎、欸，我们刚刚3秒前的话题根本就不是这个、欸，你知道吗？我们刚刚在讲说，哎、欸，你有去看过这部电影了吗？没有，我其实也还没。感觉很值得去看、欸，因为大家
就是会一片圣诞，但我这个人从小我的性格就有一点比较犯贱反骨、啊啊，就是当大家都一窝蜂的说我真的好喜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不喜欢的嘞，不。对，我就觉得真的吗？是吗？我要冷静冷静，我要稍后再看看。哦、你要跟你不想要跟别人一样啊？你走在比较前面。没有，我没有不想，我没有不想跟别人一样。我只是因为动画，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讲，动画要进电影院看，可能要不然就是对于，例如说，可能对于那个导演非常的着迷，或者是本来就很喜欢那个作品，然后可能一般人要进电影院看动画，我们可能需要有比较大动力，例如说真的大口碑很好啊，等等等等，对，神奇宝贝啊。我不会进电影院看柯南的名字，我连海绵宝宝我都在里面看呢、啊。可是我会进电影院看你的名字，有计划、啊，但是最近还没有进去看。但是五月天唱的这个中文版这个歌曲，其实很多人都有感到非常的喜欢。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多人喜欢的歌手，谁呀、啊？好像知道哦。哎呦，这是蔡依林啊！哇，真的哎。对，那蔡依林最近携手瑞典电音王子有一个新作品，那今年受邀到那个风暴电音节跟瑞典王子合作新的 EDM 舞曲。那么他不但翻唱他的经典歌曲 I Wanna Know， 那么同时呢？也把 Play 做了一个重新的 remix， 我们来听一下这两首歌曲改编的一个 EDM。强哦，哇塞！你知道，就是我经纪人也有去看那个表演，他去看，对，他现场雨衣在现场看，然后他看到太兴奋，所以他今天到现在都还没有来，我也不知道。哎、欸，太酷了吧！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场的，就是那个气氛应该很屌啊，我觉得。我刚才想说，你想了半天，你会讲出一个怎么样的形容词？最好还是讲屌一点。对。但九令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棒的艺人，因为我不得不说，像其实可能以前我一开始就在我学生时期，我其实对他印象没有那么好，就是并没有特别喜欢。哦哦、但在近几年，大家看到他很多不同的转变呢、啊哦，他很多尝试，他其实真的是用实力跟大家证实自己是一个很棒的艺人跟歌手。没错。然后所以其实我渐渐我自己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从对他没有感觉，然后到现在我就开始，我看到他有新的作品或是新的演出，我会主动去找来看，然后我会喜欢他，我会对他的作品很有兴趣，他对我来讲很有吸引力。我觉得真的觉得人啊，就是尤其是当人就是这么努力认真的去实现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很有美，就像海产一样。哎、欸，不是你在认真讲的时候其实蛮漂亮的，我就是一个认真类型的美少女，你其实蛮知性的，其实我就是一个知性的人啊，不然为什么是我坐这位置，你坐这里？你干嘛这样还刁人呢？我就是一个。所以我刚看的时候，其实哇，对我就是一个知性的人，不然为什么我是主持 music 那些事，不是在电玩抱抱？不是啊，真的，那么野性。对，恋爱了吗？耸立的三臂耶，把威力叫来，他想攀上去、哦。不要攀，我告你性骚扰。我告诉你，我说三臂攀上去，哎，我老板在外面哦。我没跟我看，直接告你哦。真的现在直接发给我。这些真的很危险哦。好了，我们看一个下一个萌翻了，有春嫁纯和 Nixie 小子舞翠起模仿风，他们两个相当可爱，而且两个人甜甜的笑完全融化了所有的观众的心，而且听说台湾的女警也在学拍这个影片哦，看一下。レクサソニー目そらすけど何も恥じるものなんてないさ这个舞真的是挑人跳的，对，像我跳就觉得要被打了，是吧？还好，我觉得还好 ，Round Down 上面没有叫我们两个跳。对，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小指舞可能会变成就是手掌舞，就是因为不停的扇他巴掌，就谁用小指跟
对啊，后来忍不住甩下去。不要，没有，那不要，那真的太危险。时间快到了、哦就是，对，就是为了我们好，所以不要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呢，四叶草也加入我粉丝的行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最近有一首歌曲一直在 water water water， 哇，真的假的？对，他最近呢，继《好想你》在网络上创造了超高的点击率之后呢，那么他最近又跟黄明志合作了一首电玩主题曲，歌词又一直重复 water。你说他是不是我的粉丝？真的 ，water 最爱 water 了。送进战场，阴阳刚柔兼备都不慌不忙，弓箭刀棒枪就要惊涛骇浪，一起练功不怕谁来乱。我从逍遥天然的桃花，天王峨眉少林的武当，高手民间都无处不藏，金戈铁马送我到了沙场。好可爱啊、喔欸、真的四叶草超适合刚那个打扮哎、欸，真的。而且我就真的觉得黄明志是一个很厉害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鬼才。我就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好想要跟他合作一次哦、喔。哎、欸，真的，之前他来就是有一次来大学生，以前来大学生唱的时候，那个桃姐一听到就说想要跟他合作。他真的很猛，要是我可以跟他合作的话，那我一定是今天晚上麦卡贝最幸福的主持人了。对、啊，你因为讲得很含蓄。对。不是，而且你知道黄明志最近他就是何念姿的那个咪咪，对他最近你是不是不知道？不知道、啊，你表情好像不知道。我在听啊，对，他旗下艺人就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咪咪的新的 MV， 然后我也觉得非常棒，很有 sense。对，其实他就是在宣导就是女生的胸部，他其实是跟那个就是合作，就让女生定期去检查乳房，就以免有乳房的疾病等等。然后因为这样，所以就拍了大量的乳房，那是因为在马来西亚那边民风很保守，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冲击，甚至有点离经。看到的一个内容，哎、欸，真的，因为黄明志在马来西亚就是觉得他好像太前卫了。对，但是对我来讲，你知道，对我们来讲，我觉得那个 MV 看起来就是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对女生，甚至是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看起来是干净可爱的，是健康的，觉得对，而且他是用一个很好的方式来提醒大家说你要注意你胸部的健康，然后告诉大家胸部是健康的，不是色情的或者下流的。欸、没错。但是刚刚海产如果看着我说我好想要攀越你这座山峰，还是会被我的公司告。好，攀越你这座双峰，我讲不出来，但好变态。那个老板，这里有人等着被你告、哦。真的、欸。我们可以削到多少钱啊？你现在能有多少钱？我现在没什么钱，我现在鸡蛋糕。你现在鸡蛋糕钱都是给员工，那我们告你的员工应该就可以拿到钱了吧。你不要告我员工哦，告我员工怎么事啊？告你员工，对啊，超级莫名其妙。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音乐消息。那么我知道大家非常期待今天的来宾哦、欸，那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